假的，如果你说是假的是吗？我觉得是假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火车站，他妈妈在哪里啊？去里面。去里面干嘛了？饭呢？要饭。对，要饭要饭。那现在他怎么办呢？你给交给他妈。他说他认识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他的家。傻哥不行，咱们得给他交给他妈妈手里。他的妈妈去里面了，是那这样不行，不能给他放在这，一定把他交到他妈妈手上。哎，他找到了啊，找到了是吗？对，是妈妈，也不要孩子了。哎，怎么的了？怎么还哭了啊？什么没了？怎么了？就是他们撞上了。对对对，那。别哭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喝点水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给妈妈打，你也打开啥哥，你也打开啥哥，给妈妈喝点水。哎！没事，继续我。这怎么了这？我不知道是讲的是假的。哎呀，那谁撞的他呀？这个里面。那你让他过来啊。哎，就太麻烦了，你。他去。假的，如果你说是假的是吗？我觉得是假的。那假的也不能在这躺着，得把孩子领回去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阿斯，兄弟们，他这小伙往那脸上浇水呢，大家看一看，往那脸上浇水呢。慢点，这手并不严重，估计他想跟人要点钱，人家也没给他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兄弟们，刚刚我跟沙根啊带着沙米拉还有这个三个小朋友啊去外面买的食物，然后买的水。之前呢，我跟沙根带沙米拉出去的时候，我告诉他妈妈在这里等，但是回来之后他妈妈就是可能去要饭了。我跟沙根啊就各种寻找，因为我觉得把孩子交到妈妈手里，我们才会放心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这么小的孩子才5岁。那么之后大家也看到了，当我们找到沙米拉妈妈之后啊，她这个手可能受伤了，当时被人推车给撞的，无意间。沙米拉的妈妈呢，反正其实这个怎么说，大家也应该能看出来，感觉到沙米拉的妈妈可能就是想跟人要点钱，然后人家呢又不给她钱，人撞你一下给你什么钱，你手就破了一点。但是沙米拉的妈妈就在这各种哭啊，各种。对，其实挺可怜的，我觉得呢。她不是因为穷，不是吃不上饭，她也不能做这种事儿。对，沙米拉今年几岁了？6岁，差不多啊，6岁了。他妈妈有几个孩子？啊，不是，继续。